嗰度看咧喺花莲，佢按伊的乡亲常玉君，伊能上台年，如喺玉凤嘅采访咩来落实。今年过年以前，伊能屯50人只封处，比如阿提苏凤乡嘅云山水富圈，沙本人沙位石重基，开封处地背为300万只嘅凤诶，一块四枪枪，一多年来已经有6-7只凤床如喺安内，凤诶本人沙玉嘅透视哦，叫人向公所咩补偿警方加强巡逻。行业冰封上的蔬菜又着封的转来，没看到有封桶的。我也着封上都是长油菌统统压加来的，因为讲年前数到一场恶作灾，一球给300万只的封的，一下就死呛呛的，食材过惨。原本之前死的都差不多了，死到一箱，然后死到剩一坨这样。那时候死掉的时候又寒流，我一定要拿其他厂的蜜蜂来帮它取暖，不然。它被毒死以外，它还会冻死啊！因为蜜蜂就像人一样嘛，你突然一失温，那时候很惨，原因是蜜蜂马上被毒死之后，它天气又遇到寒流，那时候又刚好遇一个礼拜的寒流，然后马上失温，然后里面的幼虫啊，然后都跟着死掉。长油菌唔系头一类鼠灰蚱，廿多年来已经有6-7个蜂虫本人病毒，故所机关向公所要请警方加卡加调的去蜂虫巡。新的公文给当地的警察局，然后把这个位置的坐标呢给警察局，请他们像以前协助我们那个菜农菜被盗的情况下来协助我们的蜂农。那到时候如果说陈先生蜂农这边还需要哪一方面的协助哈，就跟我们公所紧密的联系。规个花卉馆呢，含有农业的同蜂的比类比起，长油菌困难想象，用那么有面对蜂的病毒，也还以抢做的先加同样的蜂箱来用，而等到新的蜂箱做好，蜂的怎么有一个完全有舒适的道，加道的主工业每怎么继续做下去？下个新闻，中国新闻发电报道。